烤玉美式冰块带过来了。然后好不容易找到的平行层。天啊，每天翻翻车，车车不一样。因为这个杯子有500毫升，所以放两颗。再瓶猴魁。抓一小把就可以了。今天喝这个云山墨雨。这个就老朋友了。还有不知道她是羊毛的姐妹吗？好了好了，准备工作完成。然后准备再做一个酸奶碗。就直接拿的袋装酸奶，主打一个方便。粉粉的话就是这个。这个颜色绝了，我就加了一勺，搅和搅和再搅和搅和。燕麦就一块了。捏碎过程就俩字解压。玩黑巧。半颗火龙果。今天的酸奶碗，太平猴魁、云山墨雨、气泡冰美式酸奶碗。我想喝气泡冰美式好久了，怎么说呢，有点难评。为什么我喝起来又酸又苦呢？咖啡放的鱼田川的白桃味就淡到喝不出了，而且我又确认了，我真的不爱喝带气的。就这杯咖啡我喝到下午好几点。好久没喝冰了，太冰了。每天还会泡一杯银耳，主打就是一边吃冰一边养生，冰化一下我再喝一杯茶。咱就是说这9.93包不够香吗？它正装真的有点儿贵。冰化的差不多了，开喝。今天主打一个喝的随心所欲，拿起那杯喝那杯，那杯难喝晚点喝。这个应该不会出现在我水袋里了。太平猴魁热泡总觉得颜值没有冷泡高，当然了，味道更浓郁些。剪视频时候发现我这新换的眼影可太闪了，火眼金睛。拜拜吧，多喝水。